这是南方的一个城市，南方嘛，很绿，很热，天这么热，这个城市里的人还都喜欢喝茶，热茶。茶有红茶、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有龙井、毛尖、猴魁、银针、瓜片、碧螺春，有水仙、肉桂、铁观音、大红袍、正山小种。相信我，我对茶有研究，因为我是一个茶宠。什么？茶宠？喝茶的人茶盘边上摆着的，往上面浇茶的。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接下来你就知道了。哎，干嘛呢？啊，来来，喝茶喝茶，堵着也是堵着。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茶宠大师，我就是他造出来的。我的名字叫阿唐。还有他，小香，我们那可都是大师出品。哎，你看，快看，啊，真好啊。啊，大师！哎哎，你怎么了？啊，你的药在哪儿？在哪儿？坚持住，坚持住！喂，救护车吗？哎，小香！哎，哎，老板，这些是什么呀？都是我多年收集的茶宠了。什么是茶宠？茶宠？茶宠呢？茶宠就是玩具，玩具是小孩子的宠物，茶宠呢，就是喝茶人的宠物了。看看多精细啊！有的茶宠后，身体能够蓄水了。真的？这只茶宠会变颜色了。茶就这样浇在他们身上，茶宠的颜色会一直变深了。时间久了，茶的精气神进到他们身上，颜色那温润漂亮啊！以后就算你不浇它了，他们还是茶香四溢啊！奇妙！哎，老板，这只茶宠您怎么不浇它呀？哎，哎呀，这只茶宠怎么浇都不变颜色了，没用。大师最后的作品又怎样？不变颜色，迟早把它扔掉。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了，喝茶要细细品，细细体会。你，喝童男童女，你们几遍？八遍。你们是两个人，每人只能算四遍。
哎呀，我自己啊，账房先生三遍，没办法，为大家记账，干了公务就得付出牺牲。切，哟，金珠刷了九遍水呀、啊，厉害厉害啊！嗯、当然了，最厉害的还是三足金蝉。撕一遍呀，又一次突破了每天被刷水次数的记录。来来来，大家鼓掌鼓掌啊！祝贺三足金蝉，请三足金蝉分享经验。快！这个不算什么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呢，我是有个秘诀的。快说说，快快！我的秘诀。就是我的天赋实在太高，茶水往上面刷一次就留下一次的颜色，多均匀，多有光泽，多厚重啊，客人们当然喜欢往我身上刷茶水了，你们说是不是？哎，哪像他呀，往他身上刷茶水，哼，完全浪费。阿唐啊，嗯，你今天被刷了几次茶水啊？一天被刷几次茶水，这重要吗？我们不要以现在被刷了几次茶水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不要这么庸俗，这么浅薄。我们要有理想，要看未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可其皮肤。”今天，现在我身上刷的这几道茶水，这味儿真不错呀。20年的福尔，你又是一次没被刷到。现在呢，开始每天的八卦感情交流会啊！大家有什么新鲜八卦？哎哎，我听说茶叶城咱们这条街前天晚上隔壁茶具店的一个猴子茶宠失踪了，什么痕迹都没有，只有墙上的一行字：“我来也。”我来也，大盗！我之前待过的店里。就被他吓唬说，我的小伙伴观音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不知什么时墙上也留下了这三个字。关公，我的另一个小伙伴也被我来也抓走了。听说我来也嫌他颜色不够好，砸碎了。没想到，大盗我来也，他到这条街来了。想过一条，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观音是不是思凡自己跑了？你大盗我来也，什么呀？传说、谣言，瞧你们还真相信！哼，朽木不可雕，废物不可教。哎，我就开个玩笑。你捏死还对？哎，别逗笑了。阿唐，有颜色没得啥子了不起。你看，我的颜色很深，还不是一样的生活。每天在这店里待着，和你的生活完全一样，颜色没得啥子嘞。切，你当然可以谦虚，我要有你这颜色，我也谦虚。我必须一定要搞到一个很深很深、很漂亮的。哇，阿唐的颜色好正啊！
晚上好。哎呀，我就知道。其实现在是早上。早上？请问现在的时间？喏，自己看，年月日时。外部时间校正完成，系统内部时间三年后。我的时间不是现在，是三年后。三年后？那是未来，未来。你是未来来嘞？未来？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一个五光十色的隧道，一个很亮很亮的口，穿过那个口，我就到了这个世界。冲动？难道是冲动？扯！我问你，你从未来来，那你一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对吧？是啊，我从未来来的，那当然。那你证明给我看看，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这种事情只有天知道。三十二秒后天上会轰轰轰。打雷？我们这里每天都打雷的呀。不是不是。不是，过去看一下。地上跑的汽车嘛，天上哪有什么轰轰轰？来自未来。这算什么？凑巧，每天天上飞过这么多飞机，凑巧凑巧凑巧。我是从未来来的。再来一次，这次不要天上了，天离我们太远了。就我们这屋里，等一下会有一个人，他会进到这个屋里。你说，这个人他长什么样？一个穿红色衣服、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呵呵。惊喜？不可能，每天第一个进来的从来一直都是店老板，他就是一猥琐秃顶中年男，不是年轻人，每天都一样，一点惊喜都没有。老板来了。哎呀，上上快点。哇，我的生日礼物啊！礼物礼物，欧了，谢了，来杯茶。这来杯啊，大早上来杯浓的啊，就让人一喝一嘚的那种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呦，喝，够劲儿，够苦。
行，我还有别的事儿啊，我先走了。好好好，慢走慢走。哎，我送你出去了。我被交查了，我被交查了。马导，已经好久没有被交查了。耶！哎，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没名字不行，没名字那怎么成名？我叫阿唐，唐伯虎的唐。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好啊好啊。未来来的，你就叫小魏吧。小伟，吃不下东西，装不下睡，不够福气。那就叫小来吧。好，我就叫小来。哎，来来来，这边这边。嗯。来来来，你知识这么渊博，厉害，了不起啊！我有一个私人问题，请教你一下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颜色变得深一些？我看看。嗯，我的知识库不完整，你的问题我没答案。没答案？我得回去重装系统。对了，你得回去。你看，你不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你从未来来，那只有回到未来才能知道啊。所有科幻小说都这么说的，对不对头金钟？对，时光旅行者环游宇宙，各种穿越，最后都要回到来的地方去。对，我要知道我是谁，从哪儿来的，回未来。哦，虫洞，找到虫洞就能找到回去的路。找虫洞，回未来。我和你一起去。好。阿腾，未来的知识库要是也没得答案，你咋办呢？我想明白了，我要跳过现在，直接去未来，不用每天一点点等颜色变身，我一下子就跳到未来的颜色。但是有一种量子力学说，可能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万一你到了其中一个未来，然后你身上的颜色一滴点都没变，那咋办呢？不会的，我一定会找到颜色最好的那个，找不着我就不回来了。哦，哎呀，走！哎，你真的从未来来的，没骗我？当然。你记得那虫洞在哪儿吗？就在那座山上。摩天轮？嗯，我记得就是它。嗯，走。我和你们一起去，要小心古乐伊。古乐伊，古乐伊，古乐伊。
咱们就跳。好，一、二、三。太悬了，幸亏我心理素质好。就在这儿啊。嗯，就是这里。啊，虫洞。对。我的胃来了吗？哎，小雷没了，胃来胃来胃来！哎，我的胃来了吗？你确定这是虫洞？没错，就是这里。那怎么才能到未来？我不知道。来，你试试。虫洞的速度很快，对呀，速度一、二、三。原来是这样，其实你们真正在找的并不是未来，你看你想找的是一个漂亮的颜色，而你想找的是你是谁，从哪儿来，颜色哪儿来，我就想知道我能在这里待多久。待多久？对呀，待得越久越有本事，这里有伴舒服。他老陆龟最久，变色龙他第二，我第三。你们应该去找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树洞人。树洞人？不论任何人，无论任何问题，只要你有一个疑问，树洞人就能给你一个答案。这么厉害，他在哪儿？来，八哥，把地图给他们。拿来。啊？他住在漆黑的地下世界。你们下到殿外的下水道口，一直下到最深，然后向前走到尽头。就能找到他接受问题的树洞。嚯，路线这么复杂，你都扫描下来了？嗯。无所不知的树洞人，任何疑问都有答案的树洞人。好吧，那咱们一起去找树洞人吧。好。不过下水道里你们要小心，那里是大道我来也出没的地方。真有一个大道叫我来也？你们一定要躲开它。谢谢。
你还看书？赶快送过去。哦哦，好。哎呀，我刚才还得死死抓住你，你居然还在那儿转圈儿！哎，你干嘛？哎，喂，别转了，别转了，停！你说话呀，别停啊，动起来啊，动！正常点，恢复正常，恢复！你刚才怎么了？不知道。我的身体自己就转起来了，不听我指挥。哼，倒是挺听我指挥的。转圈儿，停，转圈儿，恢复。我不喜欢被这样指挥。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以后我不指挥你了，走吧。就算你是从未来来的，机器人就得听指挥。别垂头丧气的，要不我教你个我的看家本领吧。你会功夫吗？金鸡腿。轮子没卡住。不行不行，你得慢慢练。等你哪天练会了这招，你就不用听我指挥了，是吗？那是当然，金鸡独立嘛，会了你就独立，不用听指挥了。哦，你慢慢练吧，这可是我看家的本领，你且练了。你得打起精神啊！哼哼！哎，看看呀，看我送你个小礼物，雪花球。这里有个摩天轮。哎呀，不是一回事儿，好看吗？嗯，谢谢。嗨，没什么，出门靠朋友，谁让咱们是朋友呢？哎，好了好了，走吧走吧。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迷路迷路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红。洞。哦，苍灯。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地图和这里对不上了。你看着北村虫子。一段三句半，三句半最后一句必须两个字，买路财三个字。哦，给钱？给钱？不押韵，没文化。收费？若要打此过，收费。这个好，这个不错。我来也，收费。难道你们是大盗我来也？哎，哥们儿，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不是大盗我来也，我叫七出六。嘿，我叫六出七。七出六，六出七。你们二位是？我们是本地居民，就住在这下水道。这里生人来很危险。你们二位要去哪儿啊？我们去找树洞人。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啊，知道。哎，知道，知道，真的。但是这条路是大盗我来也出没的地方，往前走你们一定会碰到他。不过有另一条道安全，没什么人知道，我们带你们走。啊，太好了，你们够意思。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不够意思多不好意思。啊，就是就是。这是温泉池，水可烫了，无底深渊。哎呦，小心小心，别掉下去。哎，到了到了，我们到了。来来来来，请。别客气，这边请。嗨，明白明白。就在上面，给我来。哇，请。哇，哦，这些都是我的收藏品，首饰、玩具、茶宠、机器，只要是独特的、美丽、新奇的，
我的收藏。啊，拥有，拥有美好的一切，有什么比得上拥有一切美好的快乐？你是大盗？对，我就是我来也。你就是那个最新出品的机器人。你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当然。中央集成电路芯片已嵌入。操作系统注入完成。注入生物智能自我学习系统。生物智能自我学习系统注入完成。注入知识库。注入知识库。知识库注入开始。知识库比较大，得过一会儿。这个机器人的技术领先，差不多3年吧。请设置系统时间。那就设定在3年后吧。设定完毕。我去弄2份夜宵。给我去找。至于你，赝品不值得我收藏。喂，什么意思？什么叫赝品？我是大神。你的造型和风格倒是和我的一个查重藏品很像，但是颜色差太远了。你脚上的那枚印，假的吧？都磨成这样了。赝品，可悲，可悲呀！不对，什么？不对，它当然是真的，它的印也是真的。它是因为帮助我才把印磨坏的，这屋里才到处都是假东西。它是阿唐，唐伯虎的唐，它是大师出品。哼，来。我让你看看真正的大师出品。放我出去！出去！小香，外面的世界充满赝品、废品、伪劣品，充满丑陋，毫无品味。你的美丽，多么美丽呀！这是从自然赐来的礼物，转瞬即逝，脆弱。但是。在你的美丽被欣赏的那一刻，你瞬间永生。
只有在这里，只有我才懂得欣赏你，让你的美永生。放我出去！我再美，也不要你这个强盗来欣赏。啊，微笑固然妩媚，但愤怒才真正让美丽如鲜花怒放。药在哪儿？在哪儿？小香，是他，小香，小香，我认识你，你认得我吗？我是阿唐，我们是一起被造出来的。小香，锤子拿来，砸了这个赝品，让它消失，省得留在这个世界丢人现眼。小香，
欢迎回来，我能如何效劳？这是哪儿？这里是未来吗？未来？这是个奇怪的问题。这里不是未来，这里是机器人研究所。机器人研究所？我不是未来来的。当然不是，你是研究所研制的 NT00097 型75开发版本原型机器人。提取记录视频。今天是 NT97 型75版本的机器人的设计完成。家居陪伴型机器人，它能导航，能摄像，能用热成像扫描周围环境。对了，它是家居陪伴型机器人，所以呢，我给它设计了一个便携式的保险柜，可以用来保管重要的物品。这个设计有点奇怪。今天实现了 NT97 型机器人的机械运动功能。为了测试，我们给它安装了一枚接受语音指令的芯片，语音指令直接连接底层操作系统，优先级最高。好了，装上了，咱们试试。起立，坐，跳，转圈。这个芯片还不能分辨不同人的声音。今天是重要的一天，一会儿我们就给它注入知识库。哦，还有最重要的智能学习系统。这个机器人的技术领先差不多3年吧。请设置系统时间。那就设定在3年后吧。播放完毕。那这是什么？这不是虫洞吗？虫洞。提取位置信息。当然不是，这是摩天轮内部的轨道。啊，这是你的热成像功能录制的一段滚动轨迹。这是雪花球，你拿它干什么？这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架子上的，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机器人吗？正确，他们是本所研发出你之前的各种不同型号。他们也会被指令控制？当然，他们是机器人，机器人都要听指令。启动。排列。转圈。阵列。我不喜欢这里。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听指令控制的机器人，他会去哪儿？阿汤，阿汤，阿汤！哎呦，哎呦，哎呦！糟糕了！哎呦，你踩我脚了！哎，奇怪，我没踩到你的嘛！哎，你踩到了！哎呦，难道是虫洞？时光扭曲，空间位移，虫洞？哎，你怎么样了？怎么回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一家老小的，你得赔，给钱，收费。嗯，你们碰瓷嘞？哎，什么？碰瓷，碰瓷！我们走，走！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朋友小香被老鼠抓走了，可我不是对手，我有个厉害朋友，未来来的，他一定逃出来，一定会去树洞人那儿找我。你们知道树洞人在哪儿吗？说，那个茶虫怎么和小机器人在一起的？说，小机器人去哪儿了？我不说，不说。老大，说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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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永远都抓不到他，他先回来了。啊？什么？没有人能追上时间。去，把他们给我关起来，找不着都砸了。多谢多谢。哎，颜色深了。看到没有，我的功夫怎么样？厉害吧？呀，金鸡独立！这招你还得练。我就猜你逃出来一定会去树洞人那儿找我，神机妙算，对不对？运筹帷幄，有没有？我们去救小香吧。我不能去，我会被我来也的指令控制。我被控制了，然后不知道怎样我就回去了。啊，你回未来了？你自己去了，不带我去，你怎么这样？真不够朋友。不是，我不是从未来来的。不是从未来来的，那你从哪儿来的？那是一个研究所，就在山顶。我从那里掉下来，掉进了摩天轮的轨道里。那不是虫洞。不是虫洞，摩天轮轨道。那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被指令控制的机器人，我不喜欢那儿。我想问树洞人，怎么样才能不被指令控制？得，我们还是去找树洞人问吧。研究所，指令，这都什么呀？笨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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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同志，老大，我们俩先跟下去。我听金珠说过，控制啊、自由啊这些问题都是宇宙终极问题。你要问终极问题。嗯。
地。八哥想问树洞人，他能在店里待多久？怪鱼他们一定想知道颜色怎么变浅变透明。我想问颜色怎么变深。我还想问问怎么救小香。啊，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不受指令控制了，我们就能一起去救小香。对。老陆龟说大家都有不同的问题，每个问题对大家都重要。金钟说就算终极问题都有很多的终极问题。你说这么多问题树洞人都知道答案，多厉害啊。树洞人肯定在那儿吧？嗯，老陆龟的地图上树洞人就在那儿。走，你知道树洞人在哪儿吗？阿弥陀佛，问个路嘛。快下来！哎，刺猬，哎，你们是去树洞人那儿吗？对，我们都赶着去树洞人呢。今天是树洞人的诞辰，每年一次。他诞辰这天问树洞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最灵验。妈妈，妈妈，快走吧，仪式要开始了。仪式马上就开始了，走吧。
小了爱。小兰，我来救你。小舅，嗯，你是我们的对手吗？我猜也是。不是对手也得上。哼，小伙子挺有意思。你看，只要你能穿过我们的蛤蟆坑。雪花球，只有一次机会问你最重要的问题。嗯，他在问什么问题啊？不知道啊，走，我们挤到前面去看看。哎，喂，让我们过去。急什么呀？别急，先来后到，知不知道？嘿，小老头儿，你胆子不小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谁啊？谁都要守规矩。排队。我来也，大到我来也，知不知道？我们老大，你还想不想混了？我来也，我来也，我来也！别急，别急。
机器人。 发布到网络6352人，已收到这个问题。你怎么从研究所到了这儿？压在了我的老游戏机下面。嗯，这些部件坏了，我得给你换了。怎么才能不被控制？回答。怎么才能不被控制？首先你得有财务自由，财务自由了。我喜欢机器人，研究所的很多事我都能做，修理什么的我比他们都强。 但我只能当保安。门后面防空洞里堆的都是没人要的老游戏机、老电脑、现成配件。我就帮大家修理玩具啊、游戏机什么的。没人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跟谁说话，就做了这个树洞网站。后来，很多人自己找到了这个网站，都像我一样。 只能对一个树洞说些话，问些问题。你只要学会，这些问题都发布在网站上，大家都可以答。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吧？嗯，修好了。嗯，卡住了。 听我指挥，我为什么要说停呢？
疼。阿唐，下来，下来！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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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阿唐，你帮我问了问题，你应该问树洞人怎么把颜色变深的。树洞人，那就是一个网站，都是大家自己问问题自己答，问了也白问，树洞人根本没答案。哦，我一定会帮你把颜色变深的。那现在呢？我得去救小香。对，我们一起去救小香。管他颜色不颜色，管他未来不未来，可能有几千几万几百万个未来，只有一个现在，一个现在必须要办完的事，现在就去。好，出发。对不起，小来，你不能去，你会被我来也的指令控制。我来也，我阿唐来了。
哎呀！哎，小兰，你是怎么醒过来的？啊，原来管理员发现你了。你怎么自己来了？我们是朋友。阿汤，阿汤，你看，你的眼睛已经生多了，我就晓得你一定醒了。再见，再见。我们一起回查宠大师那儿吧。好啊。哎，就是这里。我记得我是从那个通道被抢来的，从那里就能回到大师的工作室。哦，对对对，我也记得这儿。过不去了。没想跑，哎呀，坏蛋，停。转身，小来，转圈，别听他的，小来，转圈，停，转圈，转圈，转圈，向前。好啊，小燕皮。你学会了，哎，刚才那几拳太帅了。哎，
把颜色变深呢。 很深很深的颜色，怎么会是白色？怎么会？我们的颜色真般配，是吧？嗯，我说也是，原来以前我那是还没被烧好，颜色才怎么浇都不会变深。你看这白色，独一无二。哎，对了，小兰呢？小兰去哪儿了？ 小兰，能给我这个玩具的说明书吗？没问题。太好了，谢谢叔叔，谢谢小兰，不客气。走吧。
不说了，没有树洞人，就是一网站。不是不是，这个不一样，这个特别灵，特别特别灵。哎哎，来了来了。有请图灵赛尔积极学习个体认知群体智慧多元智能之算法大神。现在就是回来那那那那那那，来你试试。来来来来来，哎，对对对，就这个调。来来来来来，哟哟哟 ，check it out， 嘿来吧，哦来吧，瞪大眼睛看我吧。现在我在大师的工作室住着，本来我就是大师出品嘛，脚上有没有大师的印都一样。不过当然。有这个印总是好的。茶叶店里我的那些茶宠朋友们，我们经常碰头聊聊天交流八卦什么的，我的颜色眼下还是白色，大师每天给我浇茶，有效果有效果，每天深一点。不过呢，要出一个深颜色还要挺长的时间。嗨，什么颜色不颜色，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好朋友不看颜色有多深。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小来，我们经常串门。小来现在不被控制，真的很独立，很开心。每天他都能通过他的学习系统学习很多东西，很快他的知识库就会装满，100%。哎，你说万一知识库装满了怎么办？加内存吗？哎，对了，我的颜色有一天越来越深，是不是就变成了黑色？如果所有颜色变深了都是黑色，那黑色是不是一种颜色？算了算了，那都是将来的事。现在，现在，现在什么呀？啊！要起来！要起来！快下！